帅，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，日晒或是风吹，路边那朵蔷薇，关掉了手机跟那些是谁，不要去理会是与非非，天亮走到天黑，黄昏中的堡垒。如果迎着风，你能出人啊？那我为啥连你说不要，表面不要吗？让烦恼都会飞，别去理会自我欺骗。如果还有梦，就追，至少不会遗憾后悔。迎着风，勇敢追，远走高飞，说走就走一回。12点了，大家把任务做一做。我好像好久没播到这个时候了。曾经我的直播点，我是11点。